就叫做红斑狼疮，这种病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几乎是得这种病的人能够活下来的人很少很少。虽然有了这场重病，住了将近两个月的院，我觉得实际也是一种疗法的过程。当时我没有病之前，我的体重是95斤，就我这么高的个儿，95斤那属于瘦了。得了这种病以后，住院57天以后，我的体重长了50斤，整个人都变形了，就这脸上身上全都是那个像爆米花爆炸来的那个红斑，简直都没个人样了。所以我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到医院去看我吧，他们那种眼神实际就是跟我告别呢，我心里明明白白的，但是他们掉眼泪我从来没哭过。我还劝他们，哎，我说你们哭什么呀，我说生和死我都看破了，它不是一个很害怕叫人害怕的事。为什么心态好呢？因为我没把死当作一个负担。后来给我主治的那个教授，他也不瞒我了，他说老太太，咱们这一科吧，一共有几个病人和你是一样病的，但是你是最重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我说是吗？没关系，我说如果我在这个人世间的任务完成了，阿弥陀佛来接我，我就高高兴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说那是我的故乡。我说如果这个人世间的任务还没完成，我就继续在这多住几年，把佛菩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以后，圆满了我再走。人家说能混半年或者能停一年那就不错了，事实也真是这样。和我一起住院的，和我一样病的，他们都比我轻，但是现在都不在人世了。我一直觉得虽然我得病了，我精神状态我一直非常好，我自己都对我自己都比较满意，就是得了这场病，哎呀，没有想到自己要死了或者怎么的，我就想，我每一天都要把欢乐带给家人，带给我的亲戚朋友，让他们见我的时候，从我身上能感到有一种力量在鼓舞他们，实际是鼓舞我自己，也在鼓舞他们，所以到现在我是什么药都不吃了，所有的药，不管是针剂的还是口服的，全都停了。所以他们问我说：“你那个病停的药可以吗？”我说：“这不是你们都看着吗？我不是活得挺好吗？我现在不用药啊。”我说：“过去我不懂，我吃了那么多毒，现在我懂了。谁是大医王啊？佛是大医王啊！还有任何医生什么医疗技术能超过佛吗？我一心就是。”依靠佛这个大医王，他一定会把我所有病都治好的。我出院以后，很多人问我说你这病是怎么治好的，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念阿弥陀佛念好的。反正通过我有病这一段吧，我体会到真是通过学佛呢，使一个人的他整个思想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转变。我这生的这个能走入学佛这个大门呢，真是我的幸福。所以我觉得自己学佛吧是一种快乐，完了你再把你的快乐带给其他的众生，那其他众生不也都快乐吗？我今年59岁了，我最不感兴趣的两件事，一是钱，二是名，这个恰好是世人最难放下的两件事，我恰恰是把它看得最淡最淡。就在我没学佛以前，没接触佛法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我穿这衣服，这老太太这是囤到家了，这是点我姑娘的，这是点我姑娘朋友的，
这是我姑娘给我买，说妈妈你穿这个，你咱家养那个小长毛猫爱掉毛，这个它不爱粘毛。我的鞋是我好朋友给我买的，所以他们都说我这个人就从来不知道为自己想点什么。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你们可别笑。儿子和姑娘吧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他们都说堂堂省政府的官员，自己的孩子一个都安排不了工作，你在政府怎么混的呢？我说我在政府我没寻思我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顺其自然，他们能干个什么就干个什么，能干到什么程度就干到什么程度。他们说那你姑娘儿子要在家待着你看着上不上火？我说我没觉得上火，我觉得很自然，他们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说现在不是没饿着肚子吗？一开始孩子们不理解，觉得哎呀妈妈怎么对我们不负责任不关心呢，现在我觉得我的孩子都对我理解了，他们了解我的性格。我说妈妈吧确实心里没想这些事儿，你们要说我对不起你们呢也可以，我就向你们赔礼道歉了。我说以后下一世你们再找妈妈找一个能办事的妈妈。现在孩子们也对我都非常理解，很支持我修复。我原来心里最不放下的是谁呢？就是我的小孙女，你看这照片可乖了，多好玩。现在我孙女我也放下了，原来我孙女要有病吧，哎呀我特别着急，恨不得把这病都长在我身上，我替她就当奶奶这种心情。哎，现在我放下了，如果我孙女是有病了住院了什么的，我得想那有病的就治病呗，是不是？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就是他也有什么业他该了他也得了。我孙女今年刚刚六周岁，跟我一起念佛拜佛，每天我俩有这个手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你念佛了吗，不用说出来，我俩打电话的时候互相说的话，那个事儿忘了没有？和我他问我，我说奶奶没忘，我问他，他说和和没忘，我念着呢，我睡觉前我都念，一直念到睡着。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真是也挺有福性的，我真是挺高兴的，因为这么小他就能够接触佛法，真是一种幸福。我看谁都好，我看谁都阿弥陀佛，我现在心里对任何人生不起嗔恨心，就是不管是家里的外头的，如果你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念佛学佛将来做佛上，你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苦恼，还有什么烦恼？现在我因为是现在属于退养在家，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对我创造学佛的一种机缘吧，所以现在我每天就看净空法师讲的这个细讲无量寿经，一共是264碟，我现在看到198碟，每天大约是看8到10碟，每一碟不正好一个小时吗？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是看8小时到10小时，从头看到尾以后，我想再从头来，每一碟我每天再看到8小时。我觉得学经听经对自己学佛特别有好处，因为有些事情吧你没听之前似懂非懂，听师傅一讲啊这个事儿我明白了，那你以前做错了你不就可以改过来了吗？另外它吧起一种促进的作用，就好像它每天都提拉着你不让你退转，你要是3天不听经吧好像自己就有点懈怠。哎，我天天听，我每天最少我都不低于4个小时，所以每天我都觉得特别精神。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诸位看我现在这个样，你们看我像不像一个就像大夫说的随时都要死的人？我觉得不是。
我活着在这个人世上，我想作为一个人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起码做一个好人，然后再进一步呢做一个好的修行人。我说如果我走，我也要给大家做个好样子。我想不管今生今世学佛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精进固执，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不罢休。佛菩萨能够加持我，我想我要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吉祥卧往生。我说我要选择这三种往生的方法。人只要有决心有信念，学佛一定成功，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虚空变法界，诸佛菩萨如莲护法，一切有缘众生阿弥陀佛。我叫刘素云，今年59岁，原来在省政府省经贸委工作，我是做政工工作的，一开始是在机关党委，后来调到监察室做监察室主任工作，后来省检副办成立以后又兼任省检副办主任。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学佛的因缘。1991年大约是7月份，一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我的一个好朋友来了，我俩在那唠家常嗑，说着说着我突然说出来一句，听之你跟我去请佛呗。当时我的好朋友用非常惊诧的眼光看着我说，淑云你刚才说什么？哎，我自己也挺纳闷，我刚才说什么？我想一想，好像我说让你陪我去请佛。听之说，是啊，你怎么想的？我说我不知道啊，在这之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也没有接触过佛法。后来听之说今天外面下大雨，下周再去吧。我说今天去吧，结果我俩顶着大雨打个车就到极乐寺去了。在这之前呢，我从来没去过极乐寺，我不知道极乐寺是个什么地方。完了，我和我的好朋友到了极乐寺以后，我的好朋友说，淑云你就看这一排一排的佛，你看哪个佛朝着你笑，你就和这尊佛最有缘分，那就是你该请的佛。我说是吗？我就看第一眼，我就看了一尊佛，我说就是这位。
完了，我的好朋友说，素媛，你再好好看看，这么多佛呢。我说不用了，就是这尊吧。我说他是谁呀？当时我都不认识。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这尊菩萨叫观音菩萨啊。我说他是观音菩萨，那我就请观音菩萨吧。就这样，我就把观音菩萨请回家了。请回家以后呢，当时我家的就这现在这个佛堂，当时是书架，一格一格的，我就把那观音菩萨就供在最上面了。每天瞅一瞅吧，大约有半个月，我觉得好像是搁那个地方是不是太高了，不是看着那么舒服的。又一个礼拜天，我就用那个小锯条，自己就把书柜的这一个格拉掉了，把手都磨出血了，因为我不会用那小锯条。拉掉以后，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象，我自己就修了一个佛堂，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模样。后来我又改了一次，我把观音菩萨请进来以后吧，我自己一看，嗯，这回这个位置挺好的。后来我就想，请了菩萨以后还得怎么办呢？我都不懂。我上班以后就跟当时监察室的我战大姐说，我说战大姐，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她说什么消息？我说我请了一尊观音菩萨。战大姐非常奇怪，你怎么想请观音菩萨？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要去请了。完了战大姐就笑了。后来我知道战大姐家姐四个吧，大姐信基督，二姐三姐四姐都信佛，只是她在单位没说过而已。我一跟她说，战大姐就非常高兴，哎呀，说素云挺好挺好。嗯，后来隔了几天，我说战大姐，请了佛以后还应该怎么办呢？战大姐说，哎呀，要有个师傅指点指点就好了。我说是，我上哪儿找师傅？战大姐说，等等看吧。过了几天，战大姐说，那个五大莲池觉悟师傅来了，说你去见见呗。我说行。又和第二天，战大姐的二姐来电话说，师傅住院了，说这次见不到了。我说行。反正不管说什么我都说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见师傅是怎么回事。后来呢，又隔了三天，二姐来电话说，素云，你中午一点你到什么什么街什么什么号几楼几号来见师傅。我说行，反正我都是行。到那个时候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吧，第一次见着这个觉悟师傅。嗯，大这个师傅大约是70岁左右吧，那个一看就非常慈祥。师傅吧，我不知道我应该跟师傅说什么呀，我想就师傅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后来师傅也没问我几句什么。坐了一会儿呢，师傅就说，素媛，走上你家去看看。我说行。当时我打了车就把师傅请到我家来了。当时我家是在六顺街住，不是这个位置。进屋以后我说，师傅你看看我自己设计这个佛堂对不对呀，我不明白。师傅一看特别欢喜，师傅说，素媛真好真好，你家是佛化家庭。哎呀，当时我老伴儿、我儿子还有我儿子没结婚的那个对象和我们四口人一起皈依的这个觉悟师傅。这个觉悟师傅现在还在宗令寺还做主持。我的学佛因缘吧，我给别人讲，别人都觉得非常纳闷，说你事先没接触过，你为什么那天下大雨你就要去请佛？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现在可能我接触的佛法多一些了，我觉得这可能就叫做因缘成熟了吧。我的学佛因缘呢，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在这儿。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我是怎么样，就是对生死问题我是怎么看破的。1998年我看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叫《西藏生死书》。当时这本书吧，它是西藏的一个活佛写的，那个语言吧不像咱们汉族的话那么通俗易懂，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呢似乎有点非懂，似懂非懂。但是呢，它因为这本书里主要是说生和死的问题，特别重点是说死的问题。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我看懂了，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人们把死都当作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哎呀，那生离死别好像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了。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懂了，这个生和死从人世间来说它是一种自然法则，从佛学来说呢它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们穿的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旧了或者是破了，我们把它脱下去又换了一件新衣服，也好像我们住的这个房子
说这个房子现在我们生活水平一天一天提高了，原来我们住那小房子又破又旧，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换了一个大房子，非常干净整洁，住着非常舒适。我觉得人所谓的死就像这个换了一座新房子，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所以我看这本书以后，就为我了解生死，能够把生死看破放下，好像是做了一个铺垫。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佛菩萨的加持。98年看的这本书，99年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可能大家有的都知道，这个病呢就叫做红斑狼疮。这种病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几乎是得这种病的人能够活下来的人很少很少。我原来有两个学生，他们都是这种病去世的。那个时候他们得了这种病大约能维持半年左右。当时我被确诊这种病以后吧，那个孩子都特别害怕，那姑娘和儿媳妇都哭得够呛，就怕他妈那个走啊离开他们。我没觉得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就那是第一次住院，在医大医院住的。医大医院呢就是每天打那个就是那激素，吃的药也是激素，打的药也是激素，每天口服药一次是13种，就这么一大把全是药。那个所有的药里都是毒啊，实际就是我吃毒呢。结果呢后来呢大夫就说老太太心态挺好的。我当时为什么心态好呢？因为我没把死当作一个负担。后来给我主治的那个教授他也不瞒我了，他说老太太咱们这一科吧一共有几个病人和你是一样病的，但是你是最重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我说是吗？没关系，我说如果我在这个人世间的任务完成了，阿弥陀佛来接我，我就高高兴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说那是我的故乡。我说如果这个人世间的任务还没完成，我就继续在这多住几年，把佛菩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以后，圆满了我再走。那当时大夫听的都挺奇怪的。后来他们就看我看的书，我用那个就是宣化上人师傅讲的华严经，一共是24本，我当时是拿到医院12本，用黄绸子布包一大摞就放在我那床头柜上，我每天都在看这个华严经。当时那大夫去查房的时候说，老太太你看什么书，给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我当时就把书拿给他们看了。当时他们都特别高兴，说哎呀怪不得老太太心态这么好呢，老太太信佛。我说是的。我说他们说信佛好吗？我说好极了，我觉得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这是我听净空法师后来讲的一句话。哎呀，我说这句话怎么这么对我的心思呢？实际就好像从我心里发出来的一样，我现在真是体会到了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所以我住院了57天，我一共是看了12本华严经。当时呢我们同病时的病友还有其他病时的病友好像都每天都上我们病房去专门去看我，就研究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儿。哎，我说不用研究，你们都念阿弥陀佛一念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真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虽然有了这场重病，住了将近2个月的院，我觉得实际也是一种表法的过程。当时我没有病之前，我的体重是95斤，就我这么高的个儿，95斤那属于瘦了。得了这种病以后，住院57天以后，我的体重长了50斤，整个人都变形了，就这脸上身上全都是那个像爆米花爆炸来的那个红斑，简直都没个人样了。所以我的同事、同学、亲戚朋友到医院去看我吧，他们那种眼神实际就是跟我告别呢，我心里明明白白的。但是他们掉眼泪，我从来没哭过。我还劝他们，哎，我说你们哭什么呀？我说生和死我都看破了，它不是一个很害怕、叫人害怕的事。我就介绍给这本书，我说你们都看看这本书，我说你们看了也就明白了。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出院以后，也吃了一些药，后来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吃药更重，打针就发烧。我打上那个针啊，本来是退热针。我不打不发烧，打上以后10分钟就发烧39度、40度。大夫就纳闷儿，说你老太太这病我们研究不明白了，
说你这个我们给你打这个药啊，就是发高烧的人打上他应该退烧，你是不发烧呢，给你打上你发烧，连着三天都是这种情况，都不超过十分钟。后来大夫说所有的药都撤掉了，我同意，所以到现在我是什么药都不吃了，所有的药不管是针剂的还是口服的全都停了。所以他们问我说你那个病停了药可以吗，我说这不是你们都看着吗，我不是活得挺好吗，我现在不用药啊，我说过去我不懂，我吃了那么多毒，现在我懂了，谁是大医王啊，佛是大医王啊，还有任何医生什么医疗技术能超过佛吗？所以我现在我从来不吃药了。哎，我觉得我一心就是依靠佛这个大医王，他一定会把我所有病都治好的。这个我有病一共住了两次院，就因为这个病，第二次住院还是打针就发烧，全身都红了，大夫说没看到过敏过到这种程度的，所以又得把药都停了。完了那停药我就得回家呗，回家以后到现在也不用吃药也不打针了，又好了。所以前些天我曾经上省居士联区给他们讲了两次我得病的过程和治病的过程，这些居士们都听得非常欢喜。我觉得我有病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通过我给大家表法，让大家认识到得了病并不可怕，它可能也是一种业力现前。因为你觉得我今生今世我没做什么坏事啊，那你多生多劫你做的坏事说的错话你现在只不过是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也是一种消业的过程。因此我觉得得了这场重病以后，我学佛念佛的信心更坚定了，这对我学佛更加精进是一种触动。他没有是把我打倒，说哎呀得了这场病那就坐车等死吧，人家说能混半年或者能挺一年那就不错了。事实也真是这样，和我一起住院的和我一样病的他们都比我轻，但是现在都不在人世了，这确实是事实。我出院以后很多人问我说你这病是怎么治好的，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念阿弥陀佛念好的。结果很多人说这老太太吧，她的性格就是从来不说谎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都是真话，她说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一定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我就觉得我得这场病以后吧，我住了两次院没白住，我在医院里结识了好多病友，他们和我一样病的，完了都非常痛苦，我都用我的现身说法把他们的思想问题给解决了，使他们高高兴兴出院。有一个嫩讲的28岁，他说我的孩子才不足一周岁，哎呀他说阿姨你说我要死了我孩子怎么办呢，我说你死不了啊，你干嘛要老想死啊，我说你那病连我的1/10都没有啊，你看我现在活得多健康啊。完了那个哎呀他听了以后他说阿姨我见了你以后吧我就觉得我有活下去的信心了。哎呀所以我说得病是一件坏事它也是一件好事，我要不有病我要不到医院去我认识不了这些佛友，我解决不了他们的思想问题。另外我觉得一些大夫护士他们都和我非常亲，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事的时候总喜欢上我的病房去坐坐，说和老太太唠唠嗑就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啊，我说你们就让我多跟你们待两天呗。哎呀我觉得真是给我创造一种说大一点可能是创造一种渡人的机缘吧，要不我怎么能接触这么多人呢。所以现在医院有的护士他们看我看的那个书完也拿过去翻翻，说老太太看什么书啊，我在医院里看的书都是佛经，所以他们看看也挺好，真挺好，老太太我们一看你就是这么面善，哎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啊。我说那就好，你们要念阿弥陀佛那就更好了，就觉得更亲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反正通过我有病这一段了，我体会到真是通过学佛呢使一个人的他整个思想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转变。我原来没有病之前吧好像认识没到这个水平这个层次，我也想也可能这场病也给我创造了一个更加精进学佛的一个机缘。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当时我出院以后我就在这个床上住，
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有人来给我治病，就是那当时因为身上脸上都是那种红线线的斑呐、什么的，我当时闭着眼睛躺着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有人好像是拿着一种非常清亮亮的东西掸在我的脸上啊，哎呀，那种感觉特别清凉，特别舒服。后来有人说，你知不知道谁给你治病？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不见什么。完了，有人可能是天目开了，还是怎么的，我说不清楚。他们说是观音菩萨来给你治病的。哎呀，我说那阿弥陀佛，太谢谢观音菩萨了。所以当时我脸上那个斑吧，那个医院的教授说，永远不会退掉了。他说你这个年龄段这种斑就是你这个病巩固住了，这个斑肯定是不掉了。后来我再去医院的去见这个教授的时候，教授就问我，你擦什么东西了？我说我长这么大岁数连雪花膏我都没擦过，结婚时候我记着买了两瓶雪花膏，后来都擦脚了，没往脸上擦。我说我没擦过任何化妆品。他说那你脸上这斑怎么没的呀？我说这自然它就没了呗。他那奇怪了，他说那个老教授今年都快60岁了，他说我经历过这么多病例，没有这样的现象，我都告诉你了不能退，他怎么就退了呢？我说那有人让我退他就退了呗。他说那是谁呀？我说你以后就知道了。挺有意思的。所以后来老教授他就想研究研究我说我脸上抹什么了把那个斑退掉的，我不能骗他，我告诉他真是我什么都没抹。现在最近吧，这脸上有点红点，这都是很比较正常的现象。因为这个季节可能青草发芽了什么的，这稍微有点反应。我一直觉得虽然我得病了，我精神状态我一直非常好。我自己都对我自己都比较满意，就是得了这场病，哎呀，没有想到自己要死了或者怎么的。我就想我每一天都要把欢乐带给家人，带给我的亲戚朋友，让他们见我的时候从我身上能感到有一种力量在鼓舞他们，实际是鼓舞我自己也在鼓舞他们。再一个话题我想谈谈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名啊利啊我是怎么看破的。这一点吧，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与生带来的。我今年59岁了，我最不感兴趣的两件事，一是钱，二是名，这个恰好是世人最难放下的两件事，我恰恰是把它看得最淡最淡。就在我没学佛以前，没接触佛法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到现在为止，我看不懂工资条，人家问我说你现在工资多少，我想半天我才能说工资条的最后一格好像是多少，这几数我到现在我都说不出来。有一次涨工资，人数给我少算2级，当时我对面是机关党委副书记，他说书记你这工资可能算的不对，我说没错，这还有错吗？他说你仔细看看，我说我看不懂。完后来副书记说那样，书记我要是给你找回来你这2级工资给我，我说行你去找去吧。人完了副书记到人数一问一核对，真是少给我涨2级。副书记回来说怎么样书记你这2级工资给我吧，我说那就给你吧。我觉得钱这个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没必要把它看得那么重。现在我每个月大约是2300块钱左右的工资，我哪个月我也剩不下，是我的钱谁都可以花，这亲戚朋友啊，街上的就是我走道碰的人，他要是困难我跟他唠唠嗑，我都把他领家来，我有钱给他钱，有衣服给他衣服。你看现在我穿这衣服，这老太太真是囤到家了，这是捡我姑娘的，这是捡我姑娘朋友的，这是我姑娘给我买，说妈妈你穿这个，你咱家养那个小长毛猫爱掉毛，这个他不爱粘毛。我的鞋是我好朋友给我买的，所以他们都说我这个人就从来不知道为自己想点什么。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你们可别笑。前些日子吧，极乐寺的静波法师想要见见我，通过一个朋友介绍的。后来我说那去吧，一说要去我傻眼了。哎呦，我说我没有裤子没有鞋，那是4月初。哎呦，我说这怎么去呢？我这两个好朋友在这，当时就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说，哎呀，说
树林呢，你怎么搞的？那你衣服呢？我说我衣服都送人了，送没了。他说那你没想出门吗？我说我没想出门的事儿啊。他说那现在要出门了怎么办呢？我一个好朋友王老师，完了他说你等着，我回家给你找我裤子去。结果他个儿比我 小半头，回家翻了半天给我拿了三条裤子，他的鞋号小，我穿不进去。他上那个丘陵先给我买了一双鞋，连裤子带鞋拎到极乐寺。我们在极乐寺门口碰头以后吧，我看他拿那么大包，我说你这干啥呀？他说这是你的裤子，这是你的鞋。我当时去穿啥鞋？穿我姑娘的一个高跟鞋，一走一崴了，一走一崴了。他说赶快坐台阶给我换鞋，我当时就坐在极乐寺那个台阶上换的他给我买的这双新鞋，去穿着我老伴的一条裤子去的。就这么第一次见的那个静波师傅，完了我那个好朋友跟静波师傅说，师傅你看着没有，今天来见你这身打扮你见没见过，给师傅都笑了。所以是我说师傅别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就是特别单纯，社会上的事儿和我都没关系，什么人情世故啊怎么的，我说我都不懂。我后来又办了两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们说说，就说明人啊，你要想学佛，你就真的简单，简单就是清净，我真是就这么理解的。嗯，有一次师傅让我给极乐寺办点事儿，我就请了我的同学，我的学生，还请了我学生的岳父岳母来到极乐寺去照相。当时师傅说我这有相机你可以去照，我说师傅现代化东西我都不会要，我说不会用啊，我现在连半导体我都整不响它，我不知道它怎么能响。师傅就笑了说哎呀你这处长怎么当的呀，我说我当处长不使这个东西。后来我带着他们去照相的时候吧，当时还有我一个小佛友，我们五个人，我和我那个佛友我们有居士证，进门不用票，那我就还应该买三张票吧。当时我那学生呢去囤车，我和他的岳父岳母我们往前走，我脑袋里反应的买两张票，我就给我那小佛友拿了20块钱，我说你去买票。当时我那佛友似乎是看了我一眼，我不是啥意思，结果他回来以后拿了三张票。哎，我说你怎么买三张票呢？他说刘姨那不还有司机吗？完了恰好那司机是我学生啊。完了我那学生说我老师就能数到二，数到三的时候他就数不过来了，他不识数。哎呀我自己当时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你说我也不差这10块钱，我哪能不给他买票呢？就说我这就是思想里简单到极处了。还有一次挺有意思的事儿，有一次吧，我们也是要到极乐寺去，后来我就想哎呀领我同学去，我同学是搞美术设计的，因为要设计那种那个进门的门票我不明白，我说把我同学请来，我就带我同学去了。结果下车以后呢，哎呀我说这也不是极乐寺啊，他怎么搬家了呢？我同学说你来没来过，我说我头两天还来过好几趟呢。他说那这两天他不至于极乐寺就搬家了吧，就是你看看站牌，咱俩是下车早了还是下车晚了，我说那看看吧，一看下车早了。完了他说下车早了咱俩是往前走，下车晚了是往后走，你先把方向给我搞清楚，你这脑袋里装什么了？我说我脑袋里就装阿弥陀佛，别的啥也没有，所以我连道我都不记着。完了我同学当时说哎呀上学的时候咱们班你是最单纯的最善良的，好几十年过去了你怎么一点没变呢？你怎么还这么单纯呢？完了来我家吃饭，我说我得请你吃饭，他说你请我吃什么？我说干豆腐炒豆芽，他说就这么一个菜啊，我说一个菜还不够咱俩呢，你要嫌不够我多炒点，他说多炒点还是这一个菜，我说对就这一个菜。结果我俩那天就是大米饭豆芽炒干豆腐。哎我说你吃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同学说哎别说树林这菜挺好吃的，我说回家以后就吃这个啊，别再吃肉了什么的。完了他说我要经常在你身边肯定我受你感染，我说回家好好宣传宣传。所以我觉得自己学佛吧是一种快乐，完了你再把你的快乐带给其他的众生，那其他众生不也都快乐吗？家里的事儿吧我现在都能放下了，我现在儿子和姑娘吧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
他们都说，堂堂省政府的官员，自己的孩子一个都安排不了工作，你在政府怎么混的呢？我说我在政府，我没寻思我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顺其自然，他们能干个什么就干个什么，能干到什么程度就干到什么程度。他们说，那你姑娘儿子要在家待着，你看着上不上火？我说我没觉得上火，我觉得很自然，他们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说现在不是没饿着冻着吗？一开始孩子们不理解，觉得哎呀，妈妈怎么对我们不负责任不关心呢？现在我觉得我的孩子都对我理解了，他们了解我的性格。我说妈妈吧，确实心里没想这些事儿，你们要说我对不起你们呢也可以，我就向你们赔礼道歉了。我说以后下一世你们再找妈妈，找一个能办事的妈妈。完了，现在孩子们也对我都非常理解，很支持我学佛。比如说姑娘有时候在广州爱吃一些众生肉什么的，现在逐渐呢就转变了，来电话跟我说，妈妈我现在我不吃肉了，我每天吃的都是青菜。哎，我觉得这不也是机缘成熟的一种表现吗？我认为这些事都不用挂念。我原来心里最不放下的是谁呢？就是我的小孙女，你看这照片可乖了，多好玩。现在我孙女我也放下了，原来我孙女要有病吧，哎呀我特别着急，恨不能把这病都长到我身上，我替她就当奶奶这种心情。哎，现在我放下了，如果我孙女是有病了住院了什么的，我就想那有病了就治病呗，是不是？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一件事情，就是他也有什么业，他该了他也得了，小的时候把他了了，大了不就是没有这些个业力吗？那我孙女今年刚刚六周岁，跟我一起念佛拜佛，每天我俩有这个手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你念佛了吗，不用说出来。因为我儿媳妇吧，有些时候就想孩子这么小，这样好不好？他都想用现代那些方法教育孩子，所以我跟我孙女大名叫刘福渠，福渠就是荷花的别名，小名叫荷荷。我特别喜欢荷花，所以我告诉我孙女，我说孙女，你大名是荷荷，小名还是荷荷。什么是荷荷呢？荷花就是荷花的意思。我说你看奶奶佛堂前供的这荷花，你从九一年一直到现在，哎呀，他们都说旧了，再换一盆新的吧。我就觉得我这花花我都觉得很有灵气。我说荷荷，你就是这莲花，它也叫莲花也叫荷花。哎呀，那现在我就觉得我孙女很有灵气，她那个上楼梯的时候，一层楼梯是阿弥陀佛，第二层楼梯观音菩萨，第三层楼梯是大势至菩萨，第四层是普贤菩萨，第五层是文殊菩萨，完了是地藏王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我家这三楼没等念到头呢，这不就到家了吗？他家是六楼，从一楼一直念到六楼。我俩打电话的时候互相说的话，那个事儿忘了没有？他问我，我说奶奶没忘。我问他，他说和和没忘，我念着呢，我睡觉前我都念，一直念到睡着。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真是也挺有佛性的，我真是挺高兴的，因为这么小他就能够接触佛法，真是一种幸福。哎呀，我现在想，如果我要是小的时候或者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要接触佛法，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也可能是一种机缘的问题，他可能就是九一年机缘成熟，哎，所以你就逐渐进入到这个门里了。进了这个门以后呢，也可能因为我单纯善良的缘故，好像进步的相对来讲能快一些。我这个人吧，就是傻乎乎的。我们单位的人说，他每天想的什么东西，好像很简单。我说我看谁都好，我看谁都阿弥陀佛。我现在心里对任何人生不起嗔恨心，就是不管是家里的、外头的，就是以前吧，好像是哎呀跟他生点气啊什么的，尤其有时候跟我老伴儿生点气。现在这些问题好像都解决了，我觉得我老伴儿就是我的善知识，他要是磨我或者做点什么事，我心里想我谢谢他，阿弥陀佛，因为没有他这么助我，那可能我还不能这么精进呢。现在我因为是现在属于退养在家，
我也觉得这是一种给我创造学佛的一种机缘吧。所以现在我每天就看净空法师讲的这个细讲无量寿经，一共是264碟，我现在看到198碟，每天大约是看8到10碟，每一碟不正好一个小时吗？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是看8小时到10小时，从头看到尾以后，我想再从头来，每一碟我每天再看它8小时。我觉得学经听经对自己学佛特别有好处，因为有些事情吧，你没听之前似懂非懂，听师傅一讲啊，这个事儿我明白了，那你以前做错了，你不就可以改过来了吗？另外它吧起一种促进的作用，就好像它每天都提拉着你，不让你退转。你要是3天不听经吧，好像自己就有点懈怂。哎，我天天听，我每天最少我都不低于4个小时，所以每天我都觉得特别精神。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诸位看我现在这个样，你们看我像不像一个就像大夫说的随时都要死的人？我觉得不是。我现在我有这么几句话吧，我特别喜欢，就是老实念佛往生极乐，道驾慈航重返娑婆，普度众生离苦得乐。后来有的佛友来说，这不就是你发的愿吗？原来我不知道这是愿，这个就是发自我内心的，我也确实这么想的，我也这么做。我想不管今生今世学佛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精进不止，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不罢休。我佛堂里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上面是老实念佛，这一侧是蒙佛接引回故土，那面是九品莲华为父母，那面那个是佛经里有，这面这句话不知道那天我头脑里突然就反应出来了，反应出来当时我就拿纸写我就贴到佛堂了。我觉得这对我每天拜佛的时候我都看看这个话，它对我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推动。他告诉我，这话是你自己写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所以我就想，哎呀，我这生的这个能走入学佛这个大门呐，真是我的幸福。现在我听净空法师讲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一开始可能感触不是那么特别深的，现在吧越来感触越深。真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念佛学佛将来做佛上，你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苦恼？还有什么烦恼？烦恼即菩提，你把烦恼转成菩提了，你将来你不成佛你上哪儿去啊？你想不去可能都不行。阿弥陀佛说你来吧，到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了。我这块是阿弥陀佛接引图，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看一看，我就想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呀。后来有一次我真是想问一问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一想这事儿可能不应该问，到时候如果我修到那种程度了，我自然会知道的。所以我现在就我跟我的佛友说，我说我的临终嘱咐我都写好了，放在一个大信封里，我就放在佛堂里。我说如果我走了，你就拿着信封打开一看，那里什么事儿怎么办，什么事儿怎么办，我都说得一清二楚。我告诉我的佛友，我说我现在我活着在这个人世上，我想作为一个人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起码做一个好人，然后再进一步呢做一个好的修行人。我说如果我走，我也要给大家做个好样子。我想如果我能修到那种程度，佛菩萨能够加持我，我想我要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吉祥卧往生。我说我要选择这3种往生的方法。我说如果我实现了我的愿望，我希望大家来看我，来送我。我说如果我走的时候不好，不能给大家做个样子，我说就像一块臭狗肉似的，你就给我扔出去，谁也不用管我。我说什么骨灰什么都不用保留，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我也往这个方向努力。我想人只要有决心有信念，学佛一定成功，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阿弥陀佛。